家己阿里山公路伫昨昏发生一件车祸，这是一个46岁老爸载一个6岁后生去山顶，尾啊几只车并落30公尺深的山坎。警方经销到现场，敢若看到囡仔，尾啊有找到这个老爸，不过伊已经死亡，事故的原因还阁调查。银色轿车卡伫山坡甲路面之间，呈现45度抬头看的角度。这边的车门全部拍开，后壁挡风玻璃破去。根据关台18线阿里山公路36公里所在往南寮方向，七八早起9点左右发生车祸，一对小蛋白仔囝驶车上山途中无细理，连人参车跌落路边30公尺深的山坡，出了到家132线路边。警消协报告长只存一个查甫囡仔。那伤者有一名6岁男童，脸部有挫伤，腹部疼痛。由本局救护车送往圣马尔丁医院诊治。那另外本案的驾驶因为未见踪迹啊，目前本局出动空拍机跟嘉义县救难协会协助搜寻中。嘉义县环保消防分队表示，两岁查甫囡仔面有擦着伤，甲腹肚痛，随即送去嘉义市圣马尔丁病院救治，好佳哉无大碍。不过伊的父亲46岁姓陈查甫人煞无看影，消防局出动特种搜救队、空气机甲嘉义县救援协会，同齐伫山谷顶开搜寻，将其位置下到2点15分左右，伫事故地点附近内有450公尺的山坡擦着伊，救援人员对抗吊挂救起来，不过已经相当死亡。请警方于疑似自小客车翻落的地方，约450公尺处的边坡底下有寻获到陈男，那陈男疑似因伤重不治死亡。那真正的肇事原因，警方还依据相关事证调查中。因为家属急着送医，遗体已经交予家属甲警方处理，警方下手会调查厘清出大事的原因，提起民众当地山区道路弯曲，用路人驶车应该减速慢行，随时注意车情状况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